怎么样，大官还满意吗？看来结果不尽如人意啊，别灰心，下次多练点，一定可以。怎么了？小燕，我们分手吧。你有跟我开玩笑呢？我怕小宝受刺激，所以还拜托你慢慢跟小宝讲清楚这件事。走了。哎，怕刺激到小宝，就不怕刺激到我呀？爱奇艺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 爱奇艺